哎呦，大家发财咯！对对对，所以有时哦，啊，人看哎呦时就莫想怕个，想好个好个就会来哦。那心若好，嘴若无好不妙，记住心好。我来你心好，你个嘴就会好啦。因为我嘴无偌好嘛。啊，有时嘴歹淡薄，是因为你个嘴较上啦。其实我嘛嘴讲话啦，我是嘴较破破哈。啊，人较较直啦，做人较直啦，嘴较直啦。真久无看到安尼水个李树人，安尼水个。感谢你。阿伯见了哈，阿弥陀佛，阿伯，你还会讲福建哦？哇，你是笑脸的，不要讲福建。因为她这么漂亮，讲福建嘛，我觉得没有看过讲福建公这么漂亮的人。那我也是没有看过嘞。通常福建公、福建什么什么，我阿你三百的就有。哦，你她真的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哦，你我没有看过，我第一次看过哦，李氏哦，哎，大来衫哦，衣服哦，穿甲你好看哎。嗯，就你一位俩，真的。哦耶，离世很多人就可以煮。没有，我说这位女生啦，因为如果你我我都如果行来咯，阿伯，你个害红事啊！你都行来，我就看好看，我看你笑颜倒不？来，我知道我们今天的女性朋友其实很喜欢听民族姐妹的歌曲。本来是两口子对唱啦，可是我讲啊，今天你好你记得买啦，买八来个八。对啊，而且这首歌我们唱的没有很好啊。你自己哇，来了来了，发财了！哎呦，我的妹妹，平安。平安，平安，哇！阿弟你又会啊！我很义工义法啦，感谢金姐，感谢感谢，阿弟有你做主唔免惊，哦，足好诶！看到你金金当当安尼吼，你看我粗粗，阿你把我趁你趁粗粗了，啊，俾你做主哈，会记哈。来，李淑兰爱听爱听秀瓜，哎，虽然两口子对唱没有唱，但是也是唱明珠另外一个经典的哈，《新桃花江》。新桃花江，老师够新时代的，好久没有唱。李淑大哥，拍谁啦？有机会再唱明天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感恩感恩，感谢多谢多谢大哥，你马先到就连刀哎，感谢感谢哈。我听你的人家说，你说什么？桃花江是美丽的我。要我
好了，阿飞，我回来了。